地砖里面自带的是软轮刷，用于清洁硬质地面。那我手上这一根呢是弹性轮刷，用于清洁长廊地毯以及宠物的毛发。今天再教大家来更换一下这个刷头之间的操作步骤。第一步，将橙色的卡扣向下拨动，会弹出一个白色的小卡扣，取出软轮滚刷，更换碳纤滚刷。听到咔嚓一声之后，装回白色的小卡扣，完成。